一百，呢一百属于你。D 一百，你会支持我哋嘅。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大声台，还声于民。You belong to me。好有感觉，杜文慧。时间去到九点十三嘅啦，咁好有感觉啦。今晚就遇上啦，就有林林，系有 Lawrence， 同埋跌跌跌跌跌，跌咗去边啊？跌咗去，同埋跌跌跌嘅。好，咁我哋见到嘅阵势就喺度啦。咁今日
翻到嚟睇 Facebook 的第一首睇到有人點唱嘅歌咧，就係、是、來自我最愛嘅陳奕迅嘅歌，咁所以喺呢度咧送俾大家呢一首歌《今天等我來》，嚟吧。聽別人故事，如何的春風得意，也是人故事。我要走他乡一次，写故事一次，或是真真的不易，都想试一试。去吧，前去吧，沿途虽风光冰冷，去吧，前去吧，纵使风吹得多猛，仍然要去闯，怎么？世界盎然令我浮啊，今天等我来，就让我诚恳的心把心声传来，大门若已开，若然是你在，愿你听到这个旅客愿意归。师弟归位先，做咩索晒气？系啊，头先首歌咧，特别送俾今个月生日嘅所有朋友听，当中包括陈奕迅同埋阿文迪都就嚟生日啦，文迪廿一号生日嘅、哦、，Happy Birthday！ 七月嘅朋友，七月之星嗰啲鬼门关开嗰啲咧，啊，仲有阿梁家琪都系七月生日嘅。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啦，咁啊，罗敏庄就归咗位啦。嗯，系，唔好意思啊，冇事啊，你食得太多可能。哇，你头先食咗好少嘢啫，你都可能肠胃唔系咁好啦。嗱，头先我哋食咗好少嘢之后咧，阿林林仲走咗落麦当劳，仲要怼多个包佢先。佢唔同嘅，佢后生后生啊嘛，大食啲，大食积。系啊，我哋呢啲年纪开始大，你嘅肠胃受唔住啊。其实咧，年纪可以，但有好多嘢都系受唔住。食嘢唔可以食得太多啦，饮酒唔可以饮得太多啦。唔可以食得太快添啊！而家开始，系唔可以食得太快，太快又顶住咯，太多又顶住，又唔舒服。系啊，好，你冇事啊嘛？好好多，好多。因为头先我一入到去，阿文仔已经即系啲朋友咧，好幸灾乐祸嘅。诶，去厕所坐过嚟自己，哇，好唔开心。呢啲咧就系正所谓咩啊？好朋友，唔系啊，嗰啲叫咩？黑毒啊！吓，冷血啊！冷血，冷血，凉薄，黑毒，黑毒，系啊，真系啊，凉薄，凉薄。咩叫黑毒就系呢啲啦，叫你自己厕所唱。M K 咧，咁啊，头先话想听我等，咦唔系，佢话想听我等着你回来，系咪头先有人想听我今天等我来噶？唔系啊，我睇错咗啊。其实咧，唔系有人听到。是啊，另外一个节目啊，去过啊，即是四点几嗰时候去过，但是你就看了人哋上都 OK 啊，好听啊，真的是啊，哎呀，我等我就见到陈奕迅的歌急不及待嚟唱添，其实 OK 的，我误解了，系啊，大家都好中意嘅，好唔使担心，好，我有少少担心添，咁啊，同埋咧等着你回来 M K 咧，咪系咪即系白光姐姐嗰啲啊，系嘛，好啊，试下咯，阿 Lawrence 识啦呢啲啲老歌，你又知我识，你识唔识啊？识，系吓得我啊！我知道你近排去了做很多秘捞，一阵间我哋分享一下，好多快钱啊！快钱，明捞嘅，唔系啊！你话做尹光演唱会啊嘛，尹光哥哥呢啲，好多快钱嘅喎，嗰啲唔系好快嘅咋，好快下嘅都，啜一声咁快，但系听讲你有啲唔开心嘅事发生咗，冇嘅，冇事啊，又整断边度啊？冇事，好开心啊，系咩？冇啊，冇事啊。正如你喺麦前麦后讲，冇错，我都系想讲呢样嘢。你喺麦前同麦后讲嗰啲嘢系啱相反嘅，咪呢啲真系世界仔，世界仔。麦前麦后两个人，你主持一个节目啦，麦前麦后两个人，呢几好嘅节目名，我又可听清啊。麦前麦前麦后两个人，麦前麦后两个人，系由周龙威一人分析两个。周龙威同埋周龙威，咪前咪后两个人，好，一阵间我哋再继续，咁啊，等着你回来啦。哇，你呢、這个你呢个版本咁得意嘅，咁系小说咁样嘅，小说嚟嘅呢个系。睇我呢、這个，哇，好听喎、啊、呢、這个版本。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我想要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你不回来，我人光不在，还不回来，眼泪满腮。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我要等你回来，我要。还不回来，却忘不在，还不回来，眼泪满腮。两相燕子一回来，庭前村花为你开。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还不回来，人们不在，还不回来，热泪满腮。
前存活为你看，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还不回来，春光不再，还不回来，眼泪满腮。其实本来听这首歌没什么东西，但是后来因为有一套戏叫做等着，你有没有看梁朝伟，是恐怖片来的。恐怖片来的。所以每一次现在听这个歌都好像觉得是好像跟恐怖有关系。好像寒寒地的嘛。是啦，因为之前呢我们一直听白光姐姐的歌都不觉得，哦，一个人等过爱人回来而已，即你不感觉到恐怖的。但是现在再看完那套戏之后就觉得这个歌好像是有那些午夜凶铃嗰啲感觉，嗰啲 friend 啊，咁即系话，即系如果你去食烧鹅嗰阵时，你又谂起啲恐怖嘢啦？点解咁讲啊？因为咧，咪有一个恐怖片咧，即系彭氏兄弟啊，系啊，一见到烧鹅咧，就见到有人舐烧鹅。哎呀，系啊，你唔讲起我唔记得，你咁讲起我记得啦。就咁，你唔食烧鹅，咁又唔会喎，系咪就系咯？冇嘢嘅。OK， 咁我头先咧睇到阿 Cat Wei Ping Lee 嘅点唱啦，佢话想听到咧 Danny 嘅一首歌叫《感情道路》。咁因为咧喺工作上面嘅地方啦，有几个同事又离职，咁有啲又结婚，有啲又准备生 B B， 哇！你间公司有几多人噶？有啲又转换新环境，咁啊等等等等。咁无论如何都希望佢哋咧身体健康同埋生活愉快嘅。嗯，友情系好紧要噶。不过咧，我成日都觉得有时候啲公司咧结婚同埋生 B B， 好多时都唔会离职噶。即系唔系佢？我谂佢又有人离职。又有人結婚，哦，又有人生 BB at the same time，哦，好像很多人都因為我記得以前做電台那些人很興大肚的嘛，因為大肚是很正的，嗯，你想想以前就說什麼前四後六，現在是前一後九，還有他們大肚的時候雖然是每天都上班，但很多事都不用他們做的嘛，是是因為很多人都說，哎，不要做這些粗重的事等我們來，其實他上班都是做樣子的嘛，是，所以我那時候是虧了，如果我在香港電台那時候我早點大肚就那我就可以，哎呀有點不舒服借點意啊，誰做他這樣，真的很多人大肚的，那時候我見到是很多人大輪流大肚的 Admin 那些多一點，是啊，輪流大肚 DJ 那時候很多嫁不出的，我那個年代那又不是很多都嗰个系你夹唔住，你睇到好多人夹唔住啫。唔系，我好似觉得好似好少去饮咁样，系啦。譬如嗰啲唔好讲啦，啲幕后嗰啲唔好讲。好，咁啊，感情边个边个同埋边个咧？冇，我哋咪前咪后两个人啊嘛。好，我都好中意呢只歌，不如就点俾即系所有嘅即系有啲变动嘅朋友听啦。即系祝佢哋即系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好。去了的岁月留下古老街灯，照样发光，使我爱夜行。情的心在拾起，看看这星辰，才惊觉到日子将一切东西都变更。看那所有旧名字改变了几番，相貌变改，可见亦喷发。才空间，人面对已成为习惯。哦，心随人转淡，热的都变冷。为何仍在远方的你，仿佛都知道，我在这刻极需知心倾诉。偶然觉得失去气力，赶经寸毛，及时扶助我，情意半温暖送到。
朋友的心，朋友的真，尽管声音永远是老。我愿我愿友谊老一点更好，顽固今天人人换新鲜的外表也百万套。有几多感情从不更改到老，所有旧名字改变了几番，相貌变改可见亦频繁，从空间人面对以性为习惯，心随人转淡，热的都变冷，为何仍在远方的你仿佛都知道，我在这刻极需知心倾诉。偶然觉得失去气力干劲全无，及时扶助我情意般温暖送到。朋友的心，朋友的真，尽管声音永远是老。我愿我愿友谊老一点更好，顽固今天人人换新鲜的外表也百万套。有几多感情从不更改到老，朋友的心，朋友的真，尽管声音永远是老。我愿我愿友谊老一点更好，顽固今天人人换新鲜的外表也百万套。有几多感情从不更改到老，盼几多感情从不更改到老。作得做得好好啫，上次我哋都讲过啦，细 L 写噶嘛，系啊，系啊，系咩？上次讲过细 L 写噶，系啊，就话我哋话呢只歌咧，又系嗰啲感觉上好一气呵成、其实我哋讲到细 L 咧，人哋即系一个其实应该系佢系长辈嚟，但系佢叫细 L。但系你谂下啦，其实譬如我哋细个嗰阵时，我哋即系听过苏德华好犀利啦，即系吓小飞侠啊嘛，但系佢要叫华仔嘅啫嘛。系啊系啊，唔系即系等于阿潘丽华姐姐啦，佢叫我顾家辉做辉仔嘅啫嘛。阿辉仔，但系佢真系可以叫辉仔，佢哋同差唔多同辈嘛。但系我哋唔可以叫辉仔。所以你讲到细 L 好似好细咁，但系其实即系人哋真系好耐。咁我哋见到佢嘅时候就叫细 L 哥。咁样，即系加个歌字啊嘛，系咯，加个歌字冇事。即系好似阿华仔，我哋都系叫华仔噶，华仔哥咁，系咪啊？你好少叫华仔哥，我哋话华啲哥嘅，可能系或者系华哥咁样。譬如阿伟仔咁，你见到佢，你都唔会话叫佢伟仔啊，通年咯，叫好熟，好熟，好熟。咁啊，近排Tony咧就去睇话剧，我知道，即系好似睇报纸，佢睇诶《杜女子》啊嘛。哦，因为睇佢太太太太系啊。咁真係好好，如果我買飛，我一定要諗下睇下邊一場可以撞多位仔。但我諗佢應該唔止睇一場，同埋咧佢哋啲咁低調嘅咧，可能佢唔會俾你見到佢入場嘅。系你有冇听过？你有冇听过好多即系啲艺人咧？佢哋睇戏啊，睇咩都好咧，佢唔会系同你同一时间入场嘅。系佢会系即系哦，差唔多即系康泰嗰个广告都做完啦，佢先下去噶。系，同埋演唱会都系噶，系咯，通常都系闩晒灯佢先入去。佢唔会即系俾你见到佢入场嘅。系，我哋就唔系咯，我哋早成十几分钟就谂住买票，同人影相，同人影相。咁我冇咁靓，但系我哋通常都惊死摸黑咁啊嘛，早啲走入去啊嘛。系咯，我如果真系能够吓。咁啱得咁巧坐喺伟仔哥隔篱去睇到咯，我知
真係幾多錢做咩笑咩你？我真係真心係想想咁發生。但你冇理由，即係你冇理由，即係你人哋喺度睇緊戲，你喺度望住人㗎。我諗我唔再睇杜魯智㗎啦。你就望住佢咪一路都穿唱。小姐台喺嗰邊啊！你冇理我，走開，即係淨係咁樣望到已經抵曬，好抵。同埋咧，我琴日咧即係同一個藝人啦，食嘢啦，唐文龍啦，即係佢而家佢都仲係好有型噶嘛。咦？點解你會同佢食飯？因為我老公同佢好熟嘅，咁就同佢一齊飲茶咁樣啦。咁即係佢喺嚟到嘅時候咧，已經係唔係側邊咧有啲女仔咧係。咁樣嗰啲咧，因為佢仲係好靚仔啦，咁同埋即係佢好大隻噶嘛，即係胸肌啊，啲手瓜起曬剪啊，佢 keep 得好㗎。喺嚟到嗰啲女仔已經咁樣噶啦，已經係。咁跟住咧，佢一坐低，咁嗰啲女仔，誒唔好意思，我唔想打攪你噶，不過我可唔可以同你影張相咁樣？咁跟住就影啦，影張。唔好意思，我真係唔想打攪你噶，唔好意思，你私人時間。咁我哋就喺度傾偈。咁嗰個女仔咧就本來傾緊偈嘅。咁佢話啊，呢間餐廳咧都 OK 嘅喎，其實都好似有幾間分店喎。其實係啊，係啊，咁哎呀，唔好意思，我唔想打搅你。即系有阵时啲女仔就系咁样，一见到个靓仔，我想讲咧就系佢讲好多次唔想打搅，但系其实系好打搅。系如果呢一刻呢位小姐听到，几多岁到啊？呢个小姐唔系后生女嚟嘅，后生女嚟嘅，即系要以此为戒。唔系我都明，唔系我明噶，就系当你都可以，你都可以话坐喺梁朝伟隔篱，你会望住佢嘅时候。但我唔会，唔好意思啊，女仔，我想问下咧，佢系讲咩嘅啫？我唔系，我唔会咁啊，我想打搅你，但我想。我唔想睇大家嚟咧，即系我想问一下咧，个杜老只边个杜咧咁，即系我唔会咯，你明唔明？但系你嗰个压力系仲劲，系咁啤住，啤住佢咁。我谂佢好惯，即系我谂阿伟仔系好惯呢啲，遇到呢啲女人，佢好 feeling 啊，即系我谂佢唔会理啊，即系有得你望嗰啲。不过都好开心，如果真系有机会可以坐喺阿伟仔隔篱睇杜老字，有冇人有咁嘅经历？不妨在 Facebook 同我分享一下。我想如果真的佢睇戏咧，可能佢会买埋其他周围会字型咁买，即系一个会字。即系自己买咗呢度，跟住佢会字咁买，跟住坐喺佢隔篱嗰啲保镖啊，或者系啲经理人啊，或者系嗰个吴咩婷啊，嗰个好好朋友嗰个啦。系啦系啦系啦，嗰个好有型嘅嗰个都系，叫咩吴言婷啊，好似系。你知道我講邊個？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即係佢 friend 啊嘛，茶道啲 friend 啊，即係飲茶嘅。你同我幾熟係咪？我同阿 Tony 真係好熟，果然係熟嚇。唔怪得你有劉嘉玲愛民村劉嘉玲之稱。好，咁啊，時間去到9:38，繼續唱歌。咁啊，今日咧見到有好多歌喎。OK 喎，你想唱邊首先呢？即系我哋喺呢度拣系嘛，不如你讲下啲咩点唱先，即系我哋睇中有啲咩先。嗱 ，Eric Phoebe 咧，佢有一系列嘅，咁然后阿冰冰问我几时请阿梁家权上嚟唱歌，我谂阿家权会应承我噶啦。阿家权即系好忙嘅，佢唔系好忙，而系好靓仔噶。好靓仔，点解佢唔会系咧？点解佢唔应承你咧？因为佢对于唱歌佢唔系好擅长啊，即系等于如果你叫我去教煮餸咁，我就唔会上去啦嘛。咁啊，嘉权系做咩噶？对唔住，我唔识佢。嘉权系我哋一位好嘅好嘅同事嚟嘅，佢主持好多节目嘅，好似而家呢一刻佢应该系诗歌舞街隔篱主持紧。哦，咁佢系一个作家啦，佢写嘢写得好叻噶。哦，咁可以试下，真系唔可以试下，真系唔得。你未听佢唱歌咋？系咩？唔系，其实咧，假意时日应该得嘅。不过呢你老公都可以唱歌，其实嘉权一定得嘅。咦？咁啊，真系有得困下两个，即系有得。有得對比一下，咁另外 Garrick 啦就話想聽到《餘情美》或者我啲替身，兩首都好，我啲替身好似好少唱啊。咁 Tammy 話想聽到《曼珠沙華》嘅，另外阿 Rosaline 話想聽到《捨不得你》。嗯，咁啊，哇，好多歌都想唱喎，我仲見到有人想聽《挑戰者》添。好嘢嚇！不如唱咗 Eric Phoebe 先啦。好啊，多得卡不如好嘛？好好好好，我哋一齊唱啊！好啊，我唔係好熟喎。你唔熟，你得嘅。Yeah。我跟跟少少啦，好熬底，好似嗰啲你讲紧好似嗰啲小姐咧，我唔识饮噶，我着凉啦，着凉啦，摆低两支喺度，跟住成杯饮晒，两支饮晒。啊，呢句我嘅，呢句我嘅，又嚟郑裕玲嗰啲系嘛？嘟姐嗰啲，好好好好嚟啊！好，你慢咗，好嚟啊！入啦！入啦！我唔识噶，我除两斤噶咋？你又除两斤？系啊，唔识噶。
当初错给他的双手抱我那一瞬，曾远远笑笑，但不知所措，却竟相信在世界我最软弱，所以要他相拥，就让我那冷冷身躯躲进臂弯之中。无论现实或是做梦，都给怕每秒操纵，从来没发觉他的呼吸催促我变得多准。不信了我软弱渐渐随便也感动，并未知道我也可以完全麻木放纵，多得他给我勇气，真的要多得他，却使我懂得每一个故事结尾无非别离，总是别离。失去他先知我也可不需要那臂弯，不好不生气。我最初天天只等他将体温退去，我寒意还承认我太怕冷，要靠爱侣输出暖意。谁料到今天只得一个，仍然可以生活。若是感到四处太冷漠，穿上我的冬衣。我最初找紧他的双手，从来不爱自由，能让我永远地拥有，已觉真的富有。哪料这日不掉眼泪。即使他以外我多久仍会高飞远走，多得他给我勇气，真的要多得他，去使我懂得每一个故事结尾无非别离，总是别离。失去他先知我也可不需要天生孤单过路，才上路也不清楚，要看得清楚，却不必需要那点恋火。多得他不再爱我，真的要多得他，去使我懂得每一个故事结尾无非别离，总是别离。失去他先知我也可不需要那臂弯，不生气。好像有啲嘢好得意咁咧，你覺得個 face？ 因為個 baby face 嘅歌嚟嘅，佢係 R&B 嚟嘅，咁所以咧，你只要摁到嗰下，你入到落去就得嘅。OK， 好。我頭先諗住聽嘅，但我上嘅都上唔到 YouTube 聽，所以唔好意思啊。好，咁啊，跟住落嚟咧，頭先咧有位聽眾話想聽到相對無言嘅，係咪啊？係咪啊？文姐，係啊 ，OK， 我哋而家唱啦，嗱，我交俾你。你弹吉他，我以为你弹吉他。唔系，呢个歌
是 Today 的中文版。填词的有郑国江老师。朋友，记得那天共你初初见面，谈到你的理想，并作他朝对言，谁不知分开只有数年，共你相逢先感觉到两家夜在。好啦，嗱，啲听众咧 po 咗阿嘉权张相俾你睇，我睇下先，我睇下先。佢话嘉权其实好中意听你唱歌噶，哦，真系噶，系啊，即系识货啊，唔怪之你咁靓仔啦。系啊，其实嘉权咧系即系我哋 D 一百数一数二嘅好同事嚟嘅，佢咧又有啲衰同事嘅咩？衰同事有啊，数一数二，有数一数二嘅衰同事，亦都有数一数二嘅好同事。我想知系边个？咁佢系好数一数二嘅好同事嚟嘅，咁啊。即係認識到佢都係真係好開心嘅，同埋通啦，仲有咁衰同事，我哋不如下個禮拜再講數下，不如我哋下個禮拜有衰同事排行榜，我帶啲名出嚟啊！做咩啊？你夠膽講咩？即係你知道唔敢講啦，咪前咪後我會講咯，咪前咪後兩人。下個禮拜你寫一首歌叫咪前咪後兩人啊，係喎，主題捧住個西瓜好 Q 喎。OK， 好咁啊，呢一首歌咧特別送俾剛才是我唱了什麼歌剛才啊，是相對無言啊，送給哪位聽眾啊，可不可以幫我問仔求你找回個頁給我，哎 delete 了，哎你怎麼 delete 這麼快啊。另外呢，新明馬高說上星期在錦田吃飯，隔離台就是唐文龍，為什麼這麼容易中到的，很多時都是隔離台是唐文龍，會不會是林文龍啊，都是文龍啫。咁我同佢食饭，我真系冇走过去同佢影相噶。咁梗系啦，你男仔啊嘛，啲女仔先咪就系咯，系咯，啲女仔先咁咩嘅啫。不过我老公以前都俾人认错咗系林文龙噶，试过一次喺新加坡，我冇同你讲咩？佢嗰个人咧冲出嚟，即系我哋去啲新加坡啲大排档嗰度，咁有几个阿姐，咁我同我老公行紧嘅时候咧，夜晚黑嚟，咁佢有个即咁样系即系喺度即系好疯狂咁啦，咁跟住佢就林文龙啊林文龙啊，
有一个其中一个大阿林文龙指住佢系林文龙，跟住我老公话我唔系林文龙，跟住你系林文龙，你系咪佢一口？咁你有冇企喺隔篱啊？有啊，你冇咁我咪郭海莹咯。唔系啊，我老公亦都系咁讲，佢话你睇下佢系咪郭海莹咁，佢话佢唔系个咁，我即系唔系林文龙啦咁样。你可能同第二个女喺埋一齐。你咁讲咧，即系好坚持，咁系咁要签名，咁唔好意思，我都唔系林文龙，点签名啫？照超林文龙咯，一俾你，你会咁做啦嘛？照超林文龙系啊，真系噶？咁你唔系喎，你照签啊？佢咪前咪有两个人嚟噶，以后佢讲咩都系咪？唔好咁认真对佢讲嘅。我老公都试过，即系佢嗰啲人冲埋场啊嘛。哎呀，你咪猪八戒咁，跟住我老公又系，我唔系猪八戒啊。你睇下，你系啊，你系黎耀祥啊嘛，跟住我唔系啊，咁因为我好似喺度，我好似喺你后边，我唔知啊，咁跟住我就同我老公讲，如果第时咧啲人话我同黎耀祥一齐咧，你唔好误会。你几好笑，我都喺后面啊，我记得系喺尖沙咀个停车场。咁即系其实好多次噶啦，已经喺啲睇，我记得我哋去泊车嗰阵时喺太阳广场，系有架车啊嘛，你记得？有架车就黎耀祥咁样去追住，哇！喺黎耀祥，其实好多次噶啦，已经好多时系啊。不过佢又真系有少少感觉似嘅，系因为大家都系嗰啲演技派、实力派。但系而家好似系即系唔似啦，因为黎耀祥好红啊嘛，而家啲人认得到边个系黎耀祥。都唔系噶，我谂佢都可能仲有啲阿姐走出嚟，好坚持佢系黎耀祥。OK 好 ，OK， 咁就继续唱歌，继续唱歌，嗯，继续好多歌、啊，喂，舍不得你有冇唱过啊？你冇啊？嗬，喺度冇，系啊，唱舍不得你啊，好啊，定话你唱咗先啊？冇所谓、啊，不如你唱，你想嗱，你拣一首先，我然后再揾，咁啊，我唔使歌词嘅就曼珠沙华，好啊。好嘛 ，Tammy Chan 想听到妹姐嘅《曼珠沙华》，咁近睇下有妹姐嘅铜像啦，见到系啊，系啦、啊。但系你觉得似唔似啊？系唔系好似？唔系通常呢啲即系铜像呢啲都好多唔似噶，你唔觉得嘅咩？即系譬如李小龙嗰个都唔系好似佢。有某一啲会似，外国嗰啲会好啲，我怀疑。但系妹姐呢个都系麻麻地似啊，唔使唔使声。咪前咪有两个人喺度。已轻轻跨进窗，疲劳的笑声已在云上，风中叶儿纷飞飘满窗，换上当天的晚装，涂唇膏仿佛当晚模样，心宵独行，盼雨路途上像地上遗下废纸张，给风吹进这心窗，愿尽力忘掉却再想，未淡忘热浪留在我心上，他的眼光似梦样，不禁令我想，他的臂弯散魅力，不禁又再想，当天夜静月亮望着我俩渐进梦乡，曼珠沙卡旧日艳丽已绽放，曼珠沙卡枯干花上，花瓣再香，但美丽心中一再想，笑声已在云上，风中叶儿纷飞飘满窗，
换上当天的晚装，涂唇膏仿佛当晚模样，深宵独行盼雨路途上，像地上遗下废纸张，给风吹进这心窗，愿尽力忘掉却再想，未淡忘热浪留在我心上，他的眼光似梦样，不禁令我想，他的臂弯散美丽，不禁又再想，当天夜静月亮望着我俩渐进梦乡，曼珠沙卡旧日艳丽已尽放，曼珠沙卡枯干花上，花瓣再香，但美丽心中一再想，旧日艳丽已尽放，曼珠沙卡枯干花上，花瓣再香，但美丽心中一再想。虽然你话唔系好似，但我觉得神水有啲 OK 嘅，即系譬如佢嗰、那个即系走出嚟嗰个婀娜多姿嗰个风范，唔系同埋佢其实睇个 design 系靓嘅，系咯，即系佢有嗰种阿妹姐嗰种好 tough 嗰种嘅感觉，头发系即系好有型啊咁样。同埋咧呢一条条裙你记唔记得系一个唱片封套嗰条裙嚟噶嘛？咦，咁我又唔记得。系啊，呢条裙系好靓嘅，即系我印象之中阿妹姐着得好靓，咁佢拣得好好嘅，其实都，只不过个样你硬系觉得。是不是很可能很难好似的样子、嗯、但他的神态都其实都 OK 的。嗯摆在哪里的星光大道。你会不会去看呢？我会的。即其实是李小龙那里是吧，即李小龙本来的像都在星光大道那里的嘛、啊、我乖在那头。我都想去看看、嗯。好。好。我们找人一起去。好啊。带你的女儿去。不要那么热的时候。现在真的很热的。出你知唔知道行出条街度咧，直情系唞唔到气。嗱 ，OK， 我一日冲四次凉，嗯，真系啊。嗱，譬如我朝头早凑个仔去学嘢啦，咁跟住翻屋企又冲一次咯。因为成日 lunch 先有一次啦，跟住咧晏昼又出去嗰时，即系每一次一出一入一出一入，一翻到屋企就要冲凉啊。因为我头又热咧，系咯、嗯，你哋会唔会啊？我谂有阵时都要两至三次，我四次就冇咯，三次我可能会有，因为有时譬如好似今日咁样，我晏昼落完街去吃，可能食去个茶餐厅食完嘢，一翻咗已经系成身湿晒噶啦，系咯，咁你又唔想即系佢湿完之后干咗咧，你就咁出街，好似好核突咁样，系啊，咁你会冲一冲个身，咁咪会再即系着嗰啲干净衫跟住再出街。系，譬如我嗰日睇个仔踢波咧，又系啦，即系佢虽然佢喺度踢，我唔可以冇冷气噶嘛，咁我喺隔篱睇住，都会湿晒噶啦，咪系咁晒住咯，跟住。佢咧就因為我仔其實講嘢唔係好叻嘅，即係佢尤其是表達自己佢唔叻嘅，但係佢第一次踢完都走埋嚟走嚟問我：媽咪踢波好辛苦啊！咁樣講，咁跟住，咁你下次仲踢唔踢？踢。唔系，我谂系因为天气热啫。如果天气冇咁热咧，可能佢冇咁辛苦。系啊，跟住嗰个教练咧，好恶恶到不得了。两个教练，一个系中国籍，一个就系、是、我估系印巴籍，即系黑人咁样嘅。跟住嗰个中国籍同埋印巴籍，都两个都讲广东话。咁有个有啲小朋友真系去饮水啫嘛，一年级好细个噶咋，饮、水跟住，我有冇俾你饮水？我使唔使开埋个冷气俾你踢啊？咁又係喎，呢個係一個鍛鍊嚟嘅，係一個紀律問題啊！即係譬如你即係其實可能喺媽咪嘅角度嚟講，就係喂佢飲啖水啫喎。好，嗱，我轉頭翻嚟再講呢個辛酸事先，即係播啲辛酸事。好有感覺，杜文慧。When you're down。Trouble, and you need a sign
好啦，翻翻嚟 ，You've got a friend。其實朋友嘅嘢咧，就係麥前麥後兩人啦，都係我都係講嗰句啦。有好多時麥前講嘅嘢同麥後講嘅嘢咧，真係差好遠好遠。佢話你啊，你講我咩？係啊，係咩？講緊我咩？頭先我哋都講緊一啲係麥前係唔可以出街嘅，係有好多嘢其實都唔可以出街嘅，即係嗰啲媽咪姐嗰啲新聞咧，你知邊啲啊？即係我哋即係你睇報紙咧，有啲人匿名嘅嘛，嗰啲咧，得個剪影嗰啲係咪嗰啲 friend？ 唔係啊，但係佢哋有陣時嗰啲名咧係好難估嘅。但係而家啲我有時咧，即係睇嗰啲，譬如《生化報》嗰啲咁樣咧，佢譬如有一段係好難估咁樣啦。但係佢而家有下邊有啲即係觀眾嘅即係評語咁樣咧，嗰啲人已經解破曬㗎啦。哦，即係其實你估唔到咧，你估唔到咧，你望一望下邊啲觀眾啲評語咧，佢哋就估到㗎啦。我諗你都可能會估到，因為你喺個圈裏邊熟啲啊。唔係啊，而家咧即係有啲真係唔係好知道佢叫咩名，即係譬如有啲咧，即係譬如嗰啲咖啡嗰啲咧，咁我都係因為嗰單新聞出咗，我先知道有咖啡呢樣嘢㗎啫。係，如果唔係都唔知㗎，都唔識㗎。係咁啊，係咪？你有冇俾人哋咁樣寫過？你意思我有冇去 gathering？ 唔系啊，即系俾人哋咁样用个咁嘅名嚟写。有。嗰阵时写你叫咩名啊？唔记得咗添。我都试过俾人哋写过。我都唔记得咗。系啊。系。系啊。
佢唔即系红嫂嗰啲咯，但系用红色个红咁样咯，即系佢哋咁样估，咁好容易估啫。我嗰个都系好容易估噶，我唔记得咗佢用咩名字。不过佢咁讲完之后咧，我就即刻话俾佢听，冇啲咁嘅事，我即刻带埋去报馆嗰度咧。即系我有识有啲报记者啊嘛。我话你边个写噶呢单嘢？哇！你真系咁有型啊！系因为我太熟佢哋啦。我通常都唔我理鬼佢噶。跟住咧，我话边个写噶？我都冇做过呢啲嘢，你唔好屈我。系咯？点解屈你？咁跟住我都唔系话你咁样。唔系，因为嗰个实在太熟啦，佢一睇就知道写得太出啦，写得唔系啊，唔系佢写嘅呢单嘢，但系佢都话我啲同事写得太出啦。咁跟住我话，但我冇做过，即系你写得太出，如果我有做过嘅都算啦，但我冇做过呢啲嘢。咁跟住佢话，我好似记得你讲。跟住咧，佢就话我同佢讲声对唔住啊，因为其实咧，我哋唔可以话。即系边个写嘅，即系佢哋自己都唔知道边个写嘅，佢哋内部啲人都唔知道边个写嘅。咁佢话我知道你好唔开心，咁但系我都同你讲声对唔住，我叫啲同事咧唔可以写得太出嗰啲名字，佢话即系佢话佢尽量都唔会令到嗰个名字太出。系啊，但系问题是，但系佢其实好出嘅。但系咧，佢咁样即系作用嘢落你度啫。系啊系啊，咁就已经唔啱。即系乱咁作。即系如果你真系有件事嘅，你就算写出啲都冇所谓。系系。但系如果你冇嗰件事，你又写到咁出，咁即系整蛊我啫。系啦，即系除咗嗰啲而家嗰啲乱咁作一啲新闻落啲艺人身上，佢连呢一啲嘢都会作噶咯。系，所以其实真系唔好信，即系唔好话喂拎咗名咧，就佢讲嘅嘢梗系坚噶啦。咁其实未必系坚。系系系。咁所以大家留意下啦，我哋呢啲。亲身经历吓，咁你嗰单系咪即系佢有冇写到你系作噶？你都系坚噶，我都唔知边个讲噶。但系系一米后讲俾我听啊！好好，前咪后两个人，一米前咪后两个人，关我啊！你唔系你快啲写首歌，我交俾你下下啦，你唱。好啊，咪前咪后，我觉得呢只系一首歌嚟，咪前咪后两个人。OK， 好，咁就头先咧有位听众话想听到写不得你嘅，识唔识 key 话？唔识唔识 key。OK， 好好。大家都好惊啊嘛，唔使惊，傻仔嚟嘅。咩 key 啊？咩多多啊？做咩今日心神恍惚啊？我冇啊，因为佢咪前咪后，佢好惊我爆佢咪后嗰啲嘢出嚟。算啦，你今日请我食饭，我放过你。我都有份过，所以我冇讲呢啲嘢咯。你仲有讲咩？佢仲叫我唔好讲啲。回头再看我的最初。寻寻觅觅，活在迷惘。多得你引领我，天天你亦为我，令我找到片段亮光。完全怪我要一时高飞，完全是为着令人想。最后要分离，过去的丝丝记忆要困我的心，我却要挣扎离去，我舍不得你，无奈我要创造未来共你，普普通通的去爱。未够我独个精彩，我舍不得你，无奈我有我的未来，愿你找到心中最深刻的爱，永不更改，全心我祝福你。再看我的最初，寻寻觅觅，活在迷惘。多得你引领我，天天你亦为我，令我找到片段亮光。完全怪我要一时高飞。完全是为着令人生
更美，珍惜你爱过你，感激你念挂你，无奈到最后要分离。过去的丝丝记忆要困我的心，我却要挣扎离去，我舍不得你，无奈我要创造未来共你，普普通通的去爱未够我独个精彩，我舍不得你，无奈我有我的未来与你，心中最深刻的爱永不更改，全心我祝福你。再见了，远去了，寻求未了缘，过去了，放弃了，全是自己挑选。He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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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了，我去了，让长是我愿，别日日或夜夜亦在为我心酸，我舍不得你，无奈我要装作未来共你，普普通通的去爱未够我独个精彩，我舍不得你，无奈我有我的未来愿你，心中最深刻的爱永不更改，全心我祝福你，祝福你。升 key 好似硬系我，唔知点噶，即系嗰度一嗰秒好似想爆咁噶啦嘛！哇，我头先几想升啊！哇，咁你话声俾兄弟听，升嘅中唔中意听嗰啲话升嘅？冇啲兄弟讲明就唔升，我真系扇佢啫。好，即系阿 Rosalind 点嘅歌 ，OK OK， 舍不得你系啦。咁啊 ，Tammy 嘅《曼珠沙华》唱咗啦，哇，眼都花埋添。其实文仔，如果你唱嗰啲，你可以扇咗佢噶啦。嗯，系啦，好，系啦，闪咗佢咁就 OK 啦，系啦。哇，咦，哇，闪晒咁滞，爱的替身我想唱。好啊，一齐啊，因为阿 Garrick 咧，即系每一次都咪就系咯，我系最爱嚟噶嘛。其实你大只就得噶咯。系啊，其实我都几中意啲大只嘅。但系你老公又唔系话即系嗰啲大只，我点解会咁咧？错误嘅选择咯，唔好咁讲你。咪前咪后两，咪前咪后两嘅，你快啲讲个。我咪后就唔系咁讲嘅啦，唔系有阵时咧，嗱，其实我又咁讲嘅，有阵时。真系嗰啲同你真系现实生活里面真系中意嗰啲，即系唔同嘅。咁所以呢个系幻想咯，即系大只嘅系幻想嘅，系即系现实嘅唔系大只嘅，系啦，系咪？咁但系唔系一定大只就好噶嘛？我唔知道，我未试过，我都未试过，即系唔系即系我嗰个人品啊？我未啊，未啊，你好似试过咁嘅咯，冇啊，哦 ，OK， 好。你试过未？我唔会问你，我唔会问你，我尽量都唔问。咩先？其实系即系大只都有时可以摆喺女仔身上，即系有啲女仔都好大只噶嘛。即系我唔系讲紧即系练健美小姐嗰啲啊，有时啲系大，系啊，即系我哋叫做哇啲女仔好大咪喎咁，好大份啊，好大份啊咁嗰啲。我通常都细细只。系啊，你都系中意啲即系小鸟依人。唔系，通常男仔都系中意啲细细只嘅。唔系噶，可能有时中意啲大只。好少啊！嗱，大家评下你各位，如果你听紧。即系好有感觉。如果你真系中意大大只嘅，你试下 post 上 Facebook， 我睇下有几多人中意大大只。但你要 post 埋女仔个样咧，出嚟同佢比较喎。即系你一 pair 咁样出嚟睇，但系大大只好抵石喎。佢好中意好多呢啲押韵嘢，好揾光啊！你而家唔系好中意，中意揾光演唱会之后去讲嘢都系好揾光啊！你而家使唔使应该俾个机会你唱一首揾光嘅歌？大大只好抵石，一首乜唔系荷里活有得喺大酒店咩？荷里活有个大酒店，三个肥婆学踢波，佢大大只好抵石。你有听？我有听。终于佢踢咗落河，系咪咁唱啊？系啊。啱曬，你又識唱嘅喂？我唔知點解我會識唱噶。喂，唱啊！
荷里活啊？我唔得啊，我要揾歌词，同埋佢咸湿噶嘛，唔系咩？唔系嘅，有啲唔系嘅，唔系噶。嗱，我要澄清一样嘢，其实阿尹光哥哥喺台上面唱嘢系唔系咸湿嘅。其实尹光哥哥唱歌你以为好正经噶？你以为佢咸湿，但系唔系，但系有几首嘅。咩有几首噶、啊？有几首，但系有啲佢唔喺台上面唱嘅。台上面佢，但系佢系咪前咪后唔同噶。咁我有冇唱《小姑室友》啊？有，但系咪前系佢咪前嘅《小姑室友》都系正经嘅。咪同系啊，佢唱嗰啲粤剧嗰啲小调唱得好好啊，文光先生。即系佢台上面唔系嗰啲正经，系正经歌词嚟嘅啫。明白明白。喺台后面嗰啲好听。咁我有冇喺茶余饭后同你唱一啲咁啊？数咩数毛毛啊嘛，数毛毛都系正经噶，即系佢台上面唱嗰个版本系正经噶。咁当然有啲另外版本噶啦，系啊，咁啊咪咁啊，咪前咪后两个人，咪前咪后两个人，你学埋晒啲咁嘅嘢啦，而家。唔系佢不嬲都系噶 ，Lawrence。几时有不嬲都系啊？佢人好好真噶，好真诚。好 ，Gary 嘅《爱的替身》。诶，我哋玩咩版本好啊？你想咧？特别啲咯，整个箱嚟啊喂，啊好 ，Fashion Nova 啊，有 Fashion Nova， 你次次都最特别嗰个，你冇踢爆佢咯，好唔好啊？我觉得原咩都玩下咯，原本啲 OK 啲，好系啊，唱出个神，因为我记得刘美君有一个 cover version 嘅，咁系咩版嘅？就系特特别别咁样咯，就系点样呢个版好难玩嘅，特特别别。你唔好三分颜色上大红啊！我今日唔敢，今日点样特特别别啊？红嫂大佬，你唔好理真系，系是但啦，你玩个特特别别嚟睇下先。你咩版啊？依家系特特别别啊！听唔听到啊？即系点啫？按感动啦，按感动，按感动，使祈祷，使祈个祷先啦，咁样。你唔好三分颜色上大红。好，林林话事啊！好，冇啦，你起咗先啦，我会 jam 入嚟。好啦，我想到发系咪啊？喂，个 key 啱唔啱先？我夹咗啦，夹咗，唔该。有个原装版，我想到发俾佢啦。好。问现在我如何能把心痛？你的依靠，挂起他的心口中。为什又要时常和他比较？似被刀锋埋藏心中暗悲痛。默默地，我诚惶诚恐的爱，我的今天。无疑就是他的替身，问问现在为何一起，是你为了找那从前，让我待当天失去的爱，活着受罪，但是又离不开，我有我去爱，谁分担心里爱，活在梦幻实在是万不该，我有我去爱，情感的网在无奈，痴痴的我始终不知道，不知道其实你待我算不算爱。我诚惶诚恐的爱，我的今天无疑就是他的替身，问问现在何一起，是你为了找那从前，让我在当天失去的爱，活着受罪，但是又离不开，我去爱，谁分担心里爱，活着梦话实在是万不该，我有我去爱，情感的网在无奈，痴痴的我始终不知道，其实你待我算不算爱，活着受罪，但是又离不开，
我有我去爱，谁分担心里爱，活出梦幻实在是万不该，我有我去爱，情感的网在，无奈痴痴的我始终不知道，其实你待我算不算爱，如若非心所爱，好应该远距，无谓接受我这一份爱。其实呢，即系呢个歌嘅歌词咧，嗰阵时啲人哇，真系写得好好啊！因为好有画面啊，成个古仔出咗嚟。但系谂下，如果你真系嘅，你会唔会将嗰个心口真系挂到？即系譬如你明唔明啊？有阵时有啲嘢系可能旧情送俾你，你唔会摆得咁出噶嘛？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可能你系收埋咗，或者喺个笼底度，你耐唔耐去攞翻出嚟睇下？唔系，我可能我反而觉得唔关事啊，而系即系嗰个心口针咧，你点知系佢送俾我？唔系，可能佢就系知咯，但系你特登仲要咁样摆出嚟，即系唔会有人咁样，你明唔明？即系譬如你以前个男朋友送只送条链俾你，唔通你日日咁样食早餐又戴住咩？但系其实可能系你谂多咗嘅啫，其实可能冇嘢咁，即系譬如心口针咁样，得闲咪攞出嚟戴下咯，唔通抌出去咩？系咪先？即系譬如唔系嗱，即系现实中咁样啊，现实中你谂下你以前拍拖或者你老公咁样。你会不会试过在他的、私人物件上面见到、哦、不要说是他送给你什么了，只是你老公和你以前的女朋友那张相片，你试过什么、啊、我没有、啊、我真的没有。你老公真的试过扔掉的东西、啊、即是说。咦，他我想他不是扔东西，他不是很吵。定是你不吵东西啊，他没有东西的，他什么都卸开来的。我老公是有一样东西很犀利，他所有东西都卸开来，他不会说有些东西在个柜桶里面的、嗯就是、所以他不会有东西 keep 住。即是说他每一次都可能扔掉，他应该不会扔东西，他未必是 secret 的，即他可能是放在这里，但他又不会舍得扔，或者他没有扔，他没想过去整理沒樣，然后你炒出来，咦咦，这个是我没有、啊、这个不是我以前的女朋友。 你有啊？很多，我家真的即是抄到照片出来，即是有时执东西这样执东西执执执，咦咦咦咦，这个永过来的这样、啊、以前的女朋友咯，这样其实都有很多的。但是会不会有时有些女仔可能想多了，即是以前可能有些人后生，或者现在有些后生女这样、啊、就可能会发晒癫，因为这张照片发晒癫嘛、嗯、但我当时感觉就是没有，那他 keep 住的东西很平常啫、嗯、又或者是没有东西，那他摆在这里，我又不觉得他是，我又不觉得他有什么问题。即是不是说你 keep 住就等于你还是很喜欢他，是的是的，你应该是摆在这里，因为我都可能是整理不切，又或者是没扔到那些东西。那你有没有？有，我就摆在这里，跟着哦。但他没有抄过，因为他不执东西嘛、啊、我又没有我执东西嘛是我又没有 keep 在这里、嗯、我还有一次神奇的，就是我那个抌东西神奇的，就是我又抄出来，咦喂，乜你跟他拍过拖的吗？咁样，即系嗰个我都识嘅，系系系，我都识嘅。咁佢都几多噶，好多好多。即系佢有好多个女朋友咯，以前。系啊系啊，真系犀利。即系形形色色嘅乜都有，即系喺屋企摆 hea 晒喺度，可以 exhibition。可以讲得系燕瘦还肥啊，十个女仔系嘛，即系乜都有。跟住仲要系有一次，喂喂，乜你同佢拍过拖嘅咩？即系佢话系啊，咦？呢个咪张曼玉？咦？你同张曼玉拍过拖原来咁，即系咁样。估唔到你同佢拍过拖喎，咁样咁唔系，因为你嘅年纪又唔同咧，即系呢个系争好远。我都记得我以前试过咧，我同我啱啱第即系好细个嗰阵时，咁咧我就佢就戴住只鸭，就系个女仔有佢以前个女仔送俾佢嘅。咁我本来佢成日都戴住，我都唔知系个你学你话真唔知噶嘛。但有一次咧，佢就话俾我听系佢以前个女朋友送嘅。咁跟住咧，我哋搭紧渡轮啦，我哋讲过啦，我就一掹就得，讲过啦，讲过啦，好经典，几有型啊！但唔系啊，其实你而家谂翻，你觉唔觉得你自己好衰咧？唔系啊，你后生公主病咯，你后生嗰阵时就会咁样咯，你而家唔会噶啦嘛。哦，系啊，都几靓，唔知系真定假咧。咁但系你都会咁样。唔系先，我唔记得咗你当时嗰个男朋友嘅表情系点样。我谂佢系即系比较恶，佢唔与我咁样做嘅都。
咁但佢冇辦法，我掉咗落海咯。咁唔通佢喊咩？咁佢要執翻佢，我鬧你，即係我鬧你或者係點樣？即係佢冇反應，即係佢望翻你，即刻同你分手。佢都好無啦，一落船就拜拜，各行各路。冇咁，其實你真係你係公主病嗰陣時，佢都係好就你。唔係因為咁講嗰陣時大家都細個，咁同埋細個你梗係會有啲咁行為啦、嗯。如果而家我有啲咁行為，俾人打冚我，我老公可能冚我兩巴，鬥巴病即係已經可能病撚咗我落去嗰個海都唔定。我同埋我而家唔會咁做，根本而家都唔會啦。即係等於你啫嘛。你可能你十幾歲嗰陣時你湊到張相，我都冇。你個心情一定同而家唔同。是但是我都未试过咁样去抌咗啲嘢。我记得即係、我啱啱识我老公嘅时候佢话俾我听啊呢张凳呢张凳系我以前个女朋友买俾我嘅咁样。咁、我第一个諗法呢唔系喎。我第一个諗法就系、是、佢、哎、真系长情啊你真系仲 keep 住啲嘢。即系我好欣赏佢囉。即系嗰阵时结咗婚啦。咁未㗎未结婚㗎。咁但系后期呢我再问欸你冇抌呢张凳啦呢个系你以前个女朋友买俾你。是咩？我咁讲，我买噶一凳，其实佢字都好模糊。唔系，我觉得呢啲系呢啲即系沟女嘅伎俩。哦，真系噶，即系点啊？佢就唔认，但我就话你系讲过话俾我听呢张凳系你以前女朋友买。咁佢之前点解佢话俾你听咧？因为嗰时未拍拖，拍紧拖，即系话。跟住话呢张凳系我以前个女朋友买俾我嘅咁样。咁跟住，但系到后期我搵翻，我话你唔好抌呢张凳，以前女朋友话我买噶一凳。即系你觉得佢唔认？唔係啊，佢真係可能唔記得咗。佢真係唔記得咗。又或者係其實佢當時係溝女嘅伎倆咯，拍拖都可以溝女嘅啫嘛，即係佢氹你氹個女仔，令到你即係喺佢嘅喺你嘅心目中嘅形象更加好咁都得嘅啫嘛。哦，喂，咁佢呢支就錯咗啦。即係如果我同你拍拖，死記係嘛？死記啫。咁我係啦，咁我可能會反咗個黏住佢，即係反轉有個字有個人名喺度。記住話係女朋友送嘅，係電話。系梳化，我真系觉得佢错咗咯呢一个，但系我真系成日都掟嘢噶，我就试过一次连只表都掟咗落杯可乐噶啦，呢啲咁经典，好有型噶，我真系嗰阵时我系专门掟嘢，所以我亦都冇嘢 keep 噶，即系譬如以前专门掟嘢的女孩，专门掟嘢，即系可乐又掟系嘛，海又掟，我哋呢啲几咁型先得噶，你真系冇嘢噶，公主病。型啫嘛，所以咧又可以有一个结论啦。公主病嘅人唔一定有公主样嘅，公主病嘅人唔一定要似公主，系啦，唔系一定有公主样嘅。我以前都系公主样噶，silence， 咪前咪后两个人，我黐线。咦，好 ，David Lee， 佢点 Those Were the Days 呢只好，好嘛？好啊，哇，好耐冇唱呢只歌啦，阿 David， 咦，可唔可以唱唐伯虎点秋香嗰阵？求神，求神，求神，咁要叫阿林林唱求神，两句嘅啫，跟住人车埋嚟，车埋嚟嘅咯，连人带牌车出去啊嘛，但我好中意嗰个阿周星驰嗰个，系嗰个姿势，嗰个得戚样，佢有个前奏嘅，系啊，嗰个，同埋佢因为有个嗰顶帽咧，有两块嘢喺度揈，最似系你嘅啦，依个林林，最似系你啊，好 ，Those were the days， 知嘅，好啊，哇，你揾到啦，哇，你笑眉谂歌词添，我有啊，呢度，得。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tavern where we used to raise a glass or two. Remember how we laugh away the hours and dream of all the great things we would do. Those were the days, my friend, we thought they'd never.And we sing and dance forever and a day. We live a life we choose. We fight and never lose. For we were young and sure to have a way. 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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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e.Then the busy years went rushing by us. We lost our starry notion on the way.
If by chance I see you in a tavern, we smile at once another and we say those words. Tonight I stood before the tavern. Nothing seems the way it used to be. In the glass I saw a stranger reflection. Was that the lonely woman really me? Those were the days, my friend. We thought they never end. We sing and dance forever and a day. We live a life we choose. We fight and never lose. Though we were young and sure to have a way. 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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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w your face and heard you call my name. Oh, my friend, we older but no wiser. For in our hearts the dreams were still the same. Those were the days, my friend. We thought they'd never end. We'd sing and dance.真系咁快嘅咩？时变钟声咁啊！时变钟声，原本钟声，我原本冇咁嘅，我哋咁玩啫。哦、oh, ，OK， 喂，时变钟声，我谂而家啲小朋友真系唔知系咩嚟，得我同你知嘅啫，我真系唔识。你知唔知时变钟声啊？我识。哦，你都识咩？卡拉 OK 嗰阵都有唱啦、啊，系咯，因为改为爱为情恨似冰，对花对月为前情。我哋唔系唱呢套歌词嘅，你问下佢哋识唔识啊？出边嗰啲一定唔识啦，一定唔识啊！佢哋咁头先求神嗰个识唔识？嗰啲系识啦。哇！但係周星馳咯，周星馳都睇得多啦，求神真係好笑喎！我有譜喎，唱唔唱啊？嚇！我有譜喎，唱唔唱？但我真係識唔識唱啊？我識喎、啊，哎，我有譜喎，可以玩喎、啊。是係咪真係㗎？係啊，唔係啊，係咪真係唱啊？會唔會好似好驚咁樣啊？你哋即係會唔會好悶咁樣啊？我要睇一睇啲歌詞先啊！好嚟啊！睇咩 key 先？呢、這個咁快嘅，我諗而家啲讀 key 先，即係而家啲青少年朋友真係未必識喎。先，我睇一睇 key 先。佢都好惊啊！为爱为情恨之病，佢越出越快个死梗系字。应该揾到呢个唔系系郑少秋嘅，我都揾到郑少秋喎，是但啦。郑少秋呢个系一样噶，我估就系啱啱啱。咩 key 先？好笑嘅呢、這个，你后边够唔够快噶？够噶，我依家代紧 key 啫。我唔系问你啊，问阿 B B。云寒雨冷，直。了夜半景，惜妻儿清，荒山超静，意气隐约传来了夜半钟，钟声惊破梦更难醒，是谁令我愁难轻，矮臂莫轻，情缘泡影。
醉凝，旧爱一朝断，伤心爱我父爱抱憾，决心徒情。渐远笑笑叹孤影，仿咦呢度唔惊我唔识嘅，我真系唔识喎。红尘里的幸福听，情似烟轻，禅心修佛性，似一朝醒，情跟爱跟恨，跟缘跟春花怕呼应，情是爱是愁，是缘是丑，与怕留情，情深早化灰，禅心经洁净。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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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啊 ！OK， 加速，唔使咁快转，唔使快转，慢慢先。减速。为爱为情恨似病，对花对月怀前情，陶醉夜花月静。情人负我变心，负若太不应，相思懂错往心倾，怨句哥哥太薄幸，禅怨中醒，心笑冷静，夜半有恨人已泪盈盈，为爱为情恨似病，对花对月怀前情，陶醉夜花月静，情人负我变心，负若太不应，相思当错往心倾，怨句哥哥你太薄幸，禅怨中醒，心笑冷静，夜半有恨人已泪盈盈，为爱为情恨似病，对花对月怀前情，陶醉夜花月静，情人负我变心，负若太不应，相思当错往心倾，怨句哥哥你太薄幸，禅怨中醒，心笑冷静，夜半有恨人已泪盈盈，为爱为情恨似病，对花对月怀前情，陶醉夜花月静，情人负我变心，负若太不应，相思当错往心倾，怨句妹妹太薄幸，禅怨中醒，心笑冷静，夜半有恨人已泪盈盈。唉，真系我中段唔记得咗点唱啊，即系对唔住我天上嘅爸爸。唔系啊，你已经好出色噶啦。即系呢啲歌系爸爸唱咧，咁就即系好记得。咪讲真啦。我真的不识唱啊！原来我净系识唱 chorus 嘅。我系唔记得呢一度啫，大概咁就哎呀，咦 ？Lawrence 辜负咗我爸爸添，真系唔好咁讲咩啊！送俾我爸爸，我好似好熟，佢咧成日弹，点会唔熟？系啊，因为唔系呢啲歌，佢哋都成日弹嘅，即系出 show 咧好多，譬如阿珊姐成日唱，系啊，成日都差唔多，成日都。头先我哋系咪已经快到最尽快噶啦？系啊，即系冇得再快咯。通常都是这样四嘢嘅啫，四嘢咯，越嚟越快，差不多啦，系咁快啦。OK， 其实你已经很好噶啦。之前有一啲系识系嘛？系咯，我真系唔识嗰段，唔识添。好嘢啊，你都好劲噶啦。你翻去再煲过啦，系啊，再煲过。但我哋已经唱得好出色噶啦。好啦，我自己俾自己有七十分，满分系七百分系嘛？喂，你攞三分，我先攞大红啊！又嚟，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你快唱《唐伯虎》啊！岂有此理？唔系，其实咧，我真系好中意呢啲即系腔口嘅，即系我觉得咧，即系细细嗰阵时听郑少秋咧，就系即系类似呢啲有少少即系粤曲腔口咧，咁同埋佢把声咧系令你感觉到佢好靓仔啊！即系喺嗰个古装扮相咁样，咁佢真系好靓仔，系嘛？可唔可以唱《楚留香》啊？好啊！无端端令我想起阿秋官咧，即系好靓仔咁样。佢哋话我兴奋，我讲咗粗口，我冇啊，冇啊，我边有讲粗口啊，冇啊。虽然佢成日都讲，但系佢头先冇讲。柯佳浩话我讲咗粗口，冇啊，有啲咁嘅事。佢话重温就知噶啦，有啲咁嘅事，真系有啲咁嘅事。嗱，够姜你 cap 出嚟 ，cap 出嚟，我讲咗粗口，唔会，应该冇。嗱，咪前咪后两个人，佢系佢喺镜头面前一定唔会讲。同埋有阵时咧，有啲粗口谐音咧，可能你哋 get 错咗啫，即系好似嗰个诶足金黄金，唔系嗰个真系，嗰个真系讲错。唔系，仲有一个嗰个黄婉曼啊嘛，嗰个又讲咗黄婉曼。
會慢佢話，佢都係有一個，但係其實佢應該唔係嘅，應該唔係嘅。啱啱食螺絲，唔知講咗啲咩音咁樣。同埋有陣時崩口人就聽崩口碗啊嘛，即係可能自己講我唔要聽。我哋最多都係講粒水啫，其實唔會講粒水。同埋我哋上次講嘅，上次講咩？我唔記得咗未？好好，你話唱咩？楚留香我話好好。楚留香，我哋唱咩 key 啊？睇先啦，先。你決定啦，我哋個 range 睇先。C 嘅，識唔識咩 key 啊 ？C 嘅 ，C 啊，幾好嘢！你睇林林好體貼，記住我哋嘅 key。好記性喎。其實都係撞嘅啫。唔係啦，我哋係咪玩譜啊嘛？係玩翻 blues 版啊 ？blues 版好啊。佢有首玩 original 啊，可能。original 啊，佢中意玩 original。好啊，講起秋官啊嘛。我諗下先，個前。佢唔記得咗 original 係點。即係玩玩，成日玩你呢個。系啊系啊，咦？呢个小李飞咗，小李飞咗佢。湖海使我胸襟，河山飘我影踪，云彩挥去却。赢得一生清风，沉渐不上心间，情牵不到此心中，来得安去也死，人生又说苦痛，聚散匆匆。莫牵挂，未记风波中英雄勇，就让浮名轻抛剑外，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啊别相送，沉渐不上心间，情牵不到此心中。说苦痛，聚散匆匆，莫牵挂。未记风波中英雄勇，就让浮名轻抛剑我。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我冇话过俾你听咧，即系有一次，我同阿秋官咧去大陆嗰度拍嘢，咁就夜晚黑即系一齐话，啲演员一齐食饭啦咁样，咁即系我哋喺席间咧，咁就无端端倾倾下，咁我话其实我真系好中意你，我细个嗰阵时已经好中意你嘅咁样，咁佢讲你几时开始听我，哇，楚留香嘅时候就好中意你噶啦。咁唔知講開啲乜嘢，我就話不如我唱俾你聽啊咁樣，我真係好夠膽咁喺個即係喺個呢個宴會上面，我就咁喺佢面前嗰度唱。你拿住支麥㗎？我冇㗎，我就咁唱。即係就咁食食下飯唱歌。係啊，即係好有型咁樣咧，食食。咁嗰啲人就揸住啲筷子啊，喺度篤下篤下咁樣。哇！真係好有好有野外嘅感覺。但係最勁係咩啊？坐喺你面前嗰個原唱者喎。
即其實我哋好中意做嘢。我就覺得即係好夠膽嘅，即係啲細路女咧成日做埋。咁啊，秋官有冇即係指導下你咁？唔係，即係見到你唱得咁興起啦，佢又整首冇飲勝金子勝，今晚落土墊子。但我見到即係通常係咁樣嘅時候，即係啲老人家或者長輩咧，佢會好開心，即係好安慰啊，好開心啊，係係。咁都幾好嘅，你又壓喺一啲原唱者之前面咁樣唱，你又試過喺阿 Sam 面前唱 Sam 嘅歌。係啊係啊，又試過喺Miss Chan Chan 啦 ，Miss Chan Chan 啦，啊你都幾勁，係啊，你都無憾噶啦，係啊係啊係啊，唉，既然係咁，我准许你喺我面前唱首《双眼红》啦，双眼红，好靓，冇人识，时时也敢做，点啊？系咪好安慰啊？而家好啦，够啦，够啦，够啦。想起很久前重重反复的一个梦，喂，你唔好扮声好喎，你唔好扮声好喎，我都系扮你扮杜丽莎啫。OK OK， 停停停停 ，OK， 好，好啦，佢未系前辈，即系我哋仲系同辈啫。哇，有啲人。懂得欣賞我們的時面鐘聲的咁啊！咦，点解咁多人听到我讲粗嘅？咦，我真系冇讲过。莫非你真系讲咗？唔系，我唔一定唔系特登讲，可能有啲音咯。旧姜咧，你 cap 出嚟，跟住咧 remix 咗佢，跟住将嗰啲咩？将个字靓北靓北靓靓靓靓靓北靓北，唔系可能有啲谐音你听错咗，一定唔系特登讲。嗱，我可以发誓 ，Ada 喺咪前系一定唔讲粗口嘅，咪后就另计。我哋呢啲十几廿年入厨。经所谓咪前咪后嘅两个人，佢开咪前咧会已经系咁不停讲晒先嘅，warm up 咗 ，warm up 咗，讲晒系啊，讲晒之后咁咪上到嚟冇货交就唔讲啦。佢咪前系一，可能佢哋听错咗，系啦，你一定听错，可能系有啲赖音啦，系啊，冇可能，冇可能，即系佢入厨三十几年，真系用嚟用去。我都系真系唔会，好难咯，会讲粗口嘅，系啦，系。不过就算真系，如果真系讲咗，都冇办法啦，心表遗憾吓。仲系咁点啊？而家点啊？系啊，点咯？咁咪我 iPad 照掟落海，我哋啲型噶嘛？啲公主病，我都听到个拎字，听我讲到个拎字系咩？佢话有啲人话听到我讲个拎字，拎字都系粗口咩？嗯，咁可能谐音啦。好，睇下先。有世间始终你好。喂，呢啲合唱歌你系咪上个礼拜嗰啲嚟噶？咁要一个扮逻辑噶咯，系咯，系咯，冇啦，影下 Lawrence 又要扮逻辑啊！我系根本就系逻辑嚟嘅。佢系跳格乐队嘅 fans 嚟噶，阿 RSL 点读啊 ？RSL 咯就系点发嘅音？我谂佢系简写，即系 short form 嚟噶嘛？系希望可以咧，同其他嘅 channel 咧，再可以喺其他 channel 度。哦 ，OK。咁预估一下啦，我哋下个礼拜咧，我哋有四人 band， 即系有史以来我哋齐 band 嘅一次啊！咁啊，阿猫哥啊，小明都会上嚟一齐玩嘅。咁啊。玻璃之城我真系唔识，玻璃之城啊嘛，但系玻璃之城我都唔识。喂，同埋阿 Anthony， 我想问清楚咩叫 LL 请弹彩虹？请问 LL 系边个咧？定话成首歌歌名叫 LL 就系嗰个粗口啊？是啊，是系啊，是系啊。咁啊 ，Anthony， 你可唔可以讲嗱？我怀疑 LL 系林林嚟嘅，系啦。咁你叫林林请弹彩虹，彩虹又系咩咧？系咪你啲暗语嚟噶，林林？杜德伟嘛。哦，杜德伟啊！哦，即系你识弹啊？唔系啊，我唔识啊，不过我睇到佢有 show 出嚟。哦，系啊，杜德伟有 MV 咁样。嗱，唔识哦。Benny Fong 咧就想听到昨夜的渡轮上。哇，呢只 Lawrence 最熟啦。哇，好熟好熟呢只。但我要弹，熟到不得了啊！刘德华版喎，有冇分冇乜分别嘅刘德华？都系嗰个版嚟啫。系刘德华歌，我冇乜即系冇乜特别嘅 arrangement。做咩？你想唱刘德华？唔系我咁讲啫。好啊。跟住啊。命判就想听到鲜花满月楼，其实我记得上两个礼拜唱咗噶啦，系啊，直情系，系啊，咁啊，昨日啲渡轮上咯，好似未唱过。阿 Lawrence 冇意见啊？我冇意见。点解你唔想玩咩？我唔系，我好想玩噶，好欣赏呢首歌。我记得有一个版系吉他。哒哒哒哒哒哒哒啊，系喎，好似系喎。哒哒哒哒哒哒哒，咁样噶，不过唔系刘德华嘅咩？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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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啊，呢个唔系刘德华咩？系啊，好啊，唔知啊，呢个但系呢个系唔啱 key 咯，呢个 key 啱唔啱先？睇翻少少 key 唔啱，个 mood 啱啦。女仔应该 D 或者 C 啦 ，B minor 啦，得唔得呢个 ？B 面得唔得？得得。好，系咪要嗰个版啊？系啊，呢个快版啊，吉他，我哋一定试 key 啊。Thank you.
迎头追，动荡如借海，城上浪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醉醒如同不知，日后望远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换再清醒再次开始，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霓虹伴着舞姿，当醉醒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再清醒再次开始，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换再清醒从头开始，换再清醒再次开始，换再清醒再次开始，分明是我哋呢班打工仔嚟嘅，我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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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哋呢班打工仔，嘿，通街走的烟头味，卖肠胃，嘿，你个正常当出客鬼，死俾你睇，横行拧得湿滞，最弊 boss 欲啲发威，边个计？一啲喺树系唔系啊？乱嚟废。加薪加怨正流降气合鬼，死俾你睇，唔系话认真沙合制，半斤八两做到只积咁嘅样，半斤八两够姜啊揸枪走去抢，半斤八两出咗半斤力，想话攞翻足八两，家阵学揾食边有半斤八两咁理想。唔好讲啊，粗口啦！哦，你讲粗口，我净讲吹胀啫，我冇讲三个字。我咪以前啲人话吹胀都系粗口嚟噶。OK， 好，转个头翻嚟继续好有感觉。时间去到接近十一点啦，好有感觉，杜文慧。Down in trouble, and you need some loving hand. And nothing, no, nothing's going right. Close your eyes and think of me, and soon.
the sky above you should turn dark and full of clouds, and this cold of wind should begin to blow. Keep your head together and call my name up loud, and soon I will be knocking. Just call.頭先我哋仲喺度講緊咧，究竟我有冇爆粗啦？咁我林林我話佢話佢未，佢都聽到咁樣。咁我諗我唔係即係刻意去講，如果刻意去講大家都喺度笑啦，肯定。咁我諗係漏咗一句咁樣，有少少大家俾個感覺可能似咯，心表遺憾啊嚇，即係如果令到你哋覺得好不安嘅，即係係咯。佢通常反而廚房煮個面食啦，佢唔會喺呢一度講粗口嘅。系 ，OK， 好，佢亦都冇咁嘅意图讲粗口。你死啊！你呢个一定俾人哋剪无限咁剪粗口。陈真过阿妈，梁梁伯黑得到。好，咁啊，另外咧，阿 Daisy 话咧，佢系两位男神未唱歌，其实两位男神不嬲都唔唱歌，同埋我想知道，而家系人都叫男神嘅，你有冇发觉啊？是男仔都男神的，不会有几个人就叫男神的，但这个 term 以前没有出现的，是啊，但现在好像很多人都是男神来的，你有没有发觉？你心目中哪个是男神啊？林林，我心目中啊，自己啊，我就男神，这不好，这不好，他不会的，他不是这样的人。我幾中意劉德華嘅，嗯，咁真係男神嚟嘅。我頭先我同阿林林一齊，我哋喺個餐廳步出嗰陣時候，有幾個女仔都望住佢噶，即係唔識嘅，真係唔識嘅。即係你確定係有幾個？你見唔見到落樓梯嗰度啊？係嘛？你咁樣行嗰時候，有兩個女仔都望一望佢咁樣咯。頭先我去餐廳其實冇乜女仔嘅，唔係啊，走嗰陣時啊，出去嗰陣時非籍嘅喎，先非籍，唔係啊，中國籍嘅，中國籍嘅，佢見到佢望攞住支吉他咁啊，哎望一望咁樣咯，佢望下支吉他啫，唔係望，唔係佢認錯嘢，鄭伊健應該係，應該唔係佢而家剪咗頭髮應該唔似噶啦，唔係你剪頭髮之後你個樣嗰個輪廓咧明顯咗好多咧，可能真係有好多女仔望，係嘛，咁包嘅啲友。唔系再遮下染下先多，可能仲唔系噶，你即系突出咗啊嘛！呢部分成面突，佢直情突出咗出嚟，啲部分突出咗。大个 Lisa 啊嘛！嗱，阿林林个男神就系刘德华，我个男神咧梁朝伟啦。嗯，你咧？我好多男神，所以我唔知啊，好乱啊嘛 ，Tony 啊，啲全部都系我男神嚟。系咯，好容易，好容易就。黄子华我都 OK 嘅。系黄子华，系嗱，黄子华又系男神，张智霖又系男神，吴镇宇我 Fairy OK， 好多都系男神咯。咁所以我唔敢讲嘅。阿 Lawrence 咧，你嘅男神系边个？
三哥啦，啊，你真的喜歡三哥啊？我喜歡三哥啊，我都很高大有型，華哥啦，我有一次在家附近吃完飯，跟住我沿途回家見到佢，見到三哥行在我前面咁行過添啊，佢當時嚇，當時當時係咁望住佢咯，係啊，即係你同佢望梁朝偉一樣。好緊張，原來男仔都會嘅喎，即係男仔見到男仔都會有咁。哦，唔係喎，我見到靚女我都會望嘅喎。但你唔會緊張嘅嘛？你會好緊張。緊張。你唔會緊張，佢緊張喎。你咁你有啲嘢。咩嘢？你有啲嘢，有咩嘢？你緊張啊！你會緊張係唔同啲啊？因為你冇諗過喺我屋企附近嗰條街會見到三哥喺度行街啊嘛。係啊，但係通常，譬如如果你話你見到阿舒淇咁樣，你緊張係正常，正常喎，即係哇心仔卜卜跳啦，哇女神喎。但如果你見到男仔，嗱唔係唔正常，不過你有啲嘢啫。嗱，如果我哋要深入淺出去剖析件事咧，我哋點啫？遲啲先，係好。咁啊，開一個節目係有，唔係節目咯，我好多新節目啊，近排即係不停咁開新節目，非常之好。好咁啊，你先定我先啊？你先啦，冇錯啊，好。Alice Wu 想听到 Alan Tam 校长的 Don't Say Goodbye Good Choice 好我就唱这一首歌刚才罗敏章我很开心大家记得这一首歌因为其实我们这里的听众其实选歌都很有 taste 的他们选很多歌我都觉得哇好的就是 Good Choice、啊、夜静已深驱不散星光引路催促归家但是我心真的盼天天唱在身边有着你有了你我做每事更添力量爱意暖透笑声里共行心印心完全紧记着你何尝能舍你缘分盼永远延长下去 Don't say goodbye 浓情冲不淡没法变改 Don't say goodbye 浓情冲不淡没法变冲不淡没法变想中爱浪漫无穷轻吹走今宵告别他朝相亲是我心真的盼天天唱在身边有着你你说你我共努力创新道路纵有挫折还手继续行不会分能同声说万句情意藏心里缘分盼永远延长下去 Don't say goodbye 浓情冲不淡没法变改 Don't say goodbye 浓情冲不淡没法变冲不淡没法变想中爱浪漫无穷轻吹走今宵告别他朝相亲但是我心真的怕天天唱在身边有着你最难得是我们两位兄弟都记得嘛，你首歌真的好嘢喎，系嘛？
呢首歌我都几记得嘅，点解咧？以前成日听咯，听歌嗰阵时，听歌时有煲过呢，即系煲过一段时间煲呢只歌嘅都。唔系，同埋嗰阵时因为谭校长好多歌都好 hit 噶嘛，系，但系呢一只反而唔系话即系劲 hit 嗰啲嚟噶嘛，系咪？但嗰一轮咧，你觉得所有谭校长嘅歌都好 hit？ 唔系呢一只系咪喺《痴心当玩偶》嗰只碟？我唔知啊，呢只歌系泽永英明噶嘛？哦，泽永英明系啊，我觉得英明好有型噶，系啊，泽永英明咁，所以即系好记得呢只歌，好高 key 噶嘛，因为佢。哦耶！但其实我最中意 Alan Tam， 即系喺呢段时间咧嘅歌啦。我唔知你哋会唔会记得一只歌叫做《拥抱》啊？狂风中拥抱你，风中雨滴。我好中意，好听，都有听过，我谂我林林记得，谭谭会记得啩？林林你记得啊？咦，佢真系记得，你唱啊，试下睇下先。哇，你但系而家呢个 key 系原 key 嚟嘅，唔好制啊！你开个，你开佢啊，你开啊。等等下，都揾咗歌词先啊。嗰排系咪即系墙上的肖像啊？仲痴心當玩偶，仲有隻叫做仲有隻歌好聽，叫咩名咧？唔記得添。你講呢隻先啦，你有冇譜啊？揾唔揾到啊？冇譜嘅，我記嘅。好，我88年嘅歌嚟噶啦，已經。哇！我都未出世喎。嗯，但係冇？咦？唔係呢隻嘅《午夜皇后》嘅點解？哦，哦，佢喺呢隻碟裡面。嗰隻歌叫咩名話？擁抱喎。係啊，唔記得。哎，係啦，哦，呢隻歌好。你起個 key 先喂。狂風中擁抱你。风中雨点纷飞，冷冷的向心内。茫茫夜，你情侣这段情难抛弃，为何梦幻变伤悲？求紧紧拥抱我，打开你的心窝，挽救逝去的梦。从前事难忘掉，这段情长忆记，回忆痴缠着你，记唔记得啊？记得啦。跟住呢，夜夜梦话全是你，常携着过往却仍然在未，闭上两眼默默忘掉，苦苦追忆痛别离。但愿事实全是戏，从头让你我再次热情地。用爱占据这刻，每处肌肤靠向你，请请请请不要走，可否抛开往日恨仇，求永永远远紧握你的手，求紧紧拥抱我，打开你的心窝，挽救逝去的梦。从前事难忘掉，这段情长忆记，回忆痴缠着你。好嘢喎，林林记得晒喎。啊，你又好嘢喎！你睇啲歌词明明唔系嗰啲，你都唱。唔系，因为我知道都系 words 嚟嘅，但系佢翻去 chorus 啫，应该系。好好，呢只歌叫《拥抱》。唔係有啲歌都係真係嘅，一路睇住歌詞一路記，望下望下就記得。係啊，但係我好中意呢只歌。耶！嗰時譚詠麟好多歌都好，即係好記得嘅。仲有隻叫《第一滴淚》又好聽㗎。係啊，第一滴淚。有冇印象？我記得你唱嚟聽下。哒哒哒哒哒哒嗰只咧。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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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我真係冇聽過啫喎。我唔熟。我有冇印象啊？睇下先。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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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咁嘅咧，我冇谂紧，等一下先。第一滴泪，要醉的今天，我因何未醉？男神唱歌啦，终于都。爱你的痴心仍是跟随。呢个唔系你 key 嚟嘅，应该。啱唔啱啊？系啊。情被你剪碎，闪闪的玻璃碎，跟住咧。暗暗我为你洒第一滴眼泪。咁 chorus 咧？哦，我记得啦。个字系咩啊？个字系咩啊？歌词系咩啊？睇下先。好听呢歌，我觉得嗰时我劲中意。真系冇印象，搞错，我投降。搞错啊！无无尽空虚，你的心下垂，爱站着是我不可进退。情是渐锐。
的心思绪，系咪啊？哒哒哒哒，不可占据，咁啊嘛。无尽空虚，系啊。校长，校长，你的心马醉，正嘅歌真系。校长，校长，好似啊，正啊，都系香雪华嘅歌词嚟嘅。咦，即系陈思尖锐，达哥嘅刘以达嘅曲。我的心思绪，系啊，哇，即系陈思尖锐，我的心思绪，哇，真系成件事写咗出嚟。你的心思最好似啊，你爱站着是我不可倒退。女人嚟讲，你算扮得最自豪啦。嗱，男人咧，好多人都扮得好似嘅，其实女人你赢咗，女人方面你赢咗啊！哎呀，笑死我！唔系嗰阵时，我哋咧记唔记得我哋喺港台做节目嗰阵时，有个听众咧，系我记得啊，好记得佢好似。佢同校长把声系极似嘅，但系其实我有一次去一个宴会上边，有另一个歌唱比赛，有个男仔都好似嘅。其实我当日应该问佢攞个即系电话，跟住叫佢上嚟唱歌，一模一样。佢同谭校长，唔系啦 ，Eason 都扮得好似噶，即系有几个男啲男仔好容易扮得好似。唔系，我谂因为当时即系佢好 hit 啊嘛，其实个个都喺度即系跟。佢咁样唱歌系，唔系同埋阿校长佢唱歌系有一个方法嘅，嗯、即系佢自己佢嘅路字，佢咬字系好得意嘅，即系唔系一般咁样嘅。唔系跟住，譬如到学友嘅年代，咁都系噶。学友又唔同咯。故事平淡，但当中有你，咁样都系。学友又好多人都扮得好似嘅，吓咁啊！你都系女人，因为好少女人会赢嘅。好，咁另外头先咧睇到阿 Donald Mooli 咧就话想听到呢一首歌嘅，我记得佢上个礼拜都好似有啲，但我哋冇唱到嘅。似梦迷离啊，嗯，呢只歌真系第一次唱下，你系徐亮，我又惊赢咗。情痴总有。缺陷，情深总要别离。天意爱弄人，谁人可退避？时光几次错流，人海几次转机。聚了又分，爱情似梦迷离。如果可以抉择，能否一切？暂停，将我这份情来重新鉴定。谁迫使我冷漠？谁勾起我共鸣？没法望清，这是这份浓情。面对许或留，彷徨怎决定？为何热恋？不应该爱慕的你，曾也尽努力求共你一起，无奈这风雨难逃避，流干所有眼泪，求演一刹传奇，在岁月中爱情低足流离。面对去或留，彷徨怎决定？为何热恋不应该爱慕的你？曾也尽努力求共你一起，无奈这风雨难逃避。如果可以抉择，能否一切暂停，将我这份情来重新鉴定？谁迫使我冷漠？谁勾起我共鸣？
没法望清这是这份浓情，是甜是苦，爱情似梦。哇！呢首歌系阿 Lam 自己写嘅，好听。潘伟源嘅歌词非常好听，好听喎！呢只歌真系啊，其实近排好似少咗好多潘伟源同埋潘元良嘅词哦。潘元良都仲有啲，潘伟源其实我谂佢好耐冇乜写歌词。嗯，大家成日将佢哋捞乱嘅，因为佢哋名字好似啦，但其实佢哋两个好唔同嘅人嚟嘅，吓，即系潘伟源系应该系老师嚟嘅，都系做教师嘅人，有一段时间。咁啊，潘元良咧写情歌多嘅，吓，即系嗰啲好多好出色嘅情歌都系佢写，可能佢啲情都多啲，佢啲情都多啲，佢比较有经验啲，系 ，OK， 好，继续落嚟，跟住落嚟，喂，有几首歌咧都系好似唱过咯，系啊，其实泽星咧喺早几个礼拜我哋唱过啦，彩云曲亦系啦。我为何让你走有冇唱过？其实我哋唔敢唱，点解咧？我唔系好似唱过，唔系啊，嗰只咩？嗰只来让我跟你走啫嘛。我为何让你走？郭富城嗰只系啦，呢只应该系郭富城噶。哦，我系唱过嘅。我为何让你走？做咩你又一走你要你走你的嘴头？你又想扮四大天王？好啊，唔系头段识唔识唱先？首先记得嘅，记得 words 记得嘅。你好像以前是郭富城歌迷会的，是啊，我是郭太啊，以前是黐线咯，呢啲就系。我真的不识唱头嗰段，诶，交俾你，你俾我睇下得唔得？诶，揾到啦，揾到啦，揾到啦。系咁啊，邝学源先生想听到呢一首歌《我为何让》。哇，好嘢喎！佢识弹啊？系啊。哦，你记得啦。英文歌嚟噶，应该系。谁在吻你的口？系咪呢个 key 噶？好怪玩喎，大佬。试下。嗰度好高噶，后边。仍然在这街中的四周，仍然在这夜晚，空气在浮，骑着电单车的黑皮褛，怀念你那双手，从来没有饮品自由走，迎着夜雨泪更爽快地流，从来没法誓一生永久，还是会心伤透。我为何让你走？一走你又永远再不回头，然后我像跌入红沟，谁也没法拯救。我为何让你走？因你说你有你的自由，无奈我为你而放而难收，从此飘于世界像梦游。记唔记得？寻觅着你踪迹一再走，才明白这是个广阔地球，谁人在这夜庆祝你手，谁吻在你的口，谁曾话过相恋想永久，人便定会让爱的有自由，然而就这样竟分了手，谁为我心补救？我为何让你走？一走了你永远再不回头，然后我像跌入红沟，谁也没法拯救。我为何让你走？因你说你有你的自由，无奈我为你而放言难收，从此飘于世间像梦游。我为何让你走？一走了你永远再不回头，然后我像跌入红沟，谁也没法拯救。
你说你有你的自由，无奈我为你而放言难收，从此飘于世间像梦游。我为何让你走呢首歌叫做，其实那个只因你说你有你的字，你一路都不敢唱那个字只嘛，多了你觉得只因你说你、有个字是啊，哦唔怪之啦，我就觉得为什么你永远都不唱这个呢、哦、因为我的歌词没有个字字、真的很神奇的、咦为什么，因为只因你有个字、只因你说你有你的自由、不好意思啊，是我的魔镜歌词网是为什么会这么神奇，是没有个字字的打小个字字好, 好，又搞掂，又搞掂啦！咁啊，时间去到11:34，哇！而家即系一唱完阿 Lam 之后，又有一首阿 Lam 嘅歌，系 Eric Fever 嘅《千亿个夜晚》。重重归于平淡，甜蜜浓郁无限。做咩扮声？突然之间，总之一唱呢啲歌就会有嗰、那个。即是 ID 啊嘛，嗰、那个唱歌个人嘅神水啊嘛。咁另外阿 Flora 话想，哇香腰你都点埋，真系咁好难搞噶。香腰真系难搞，唔系啊，香腰又长啦，同埋好难弹啊。林林啊，依一定唔识先。唔系啊 ，Lawrence 得噶 ，Lawrence 弹成日都弹噶啦，佢又系。香腰系啊。咪就系咯，唔好啦，好上环。好滞啊，上环。Anthony， 好啊，上环啊，我哋即系王菲啊，王菲个只咩？咦，我仲以为是邓丽君嗰只，会系个边只？要讲上环有两只嘅，真系上。我以为是邓丽君添，王菲啊，即系咪红豆啊？哦，即系红豆咯。咦，但系有人点红豆嘅，即系两只一齐上埋咯。嗱，你揾一只，我揾一只啊。因为我啲国语好核突啦，咁所以我都系揾翻。你嗱，我揾咗红豆啦，我揾到粤语啦，嚟啊嚟啊嚟啊！好，你先啦。嗯，你系咪邓丽君啊？咪王菲嗰只 ？C K 好似系。我中意邓丽君嗰只歌，但系其实诶、唱埋佢啦，噶。邓丽君都得。冇所谓啦。从未将你的贴上。从右左至左欣赏，从未躺进发上贴身素养，怎会当寻常？从未听你的舞姿撩动花瓣的声响，从未真正放手，所以以为拥抱会漫长。偿还过才如愿，要是未曾偿清这心愿，星不会转，风不会穿，因此太稀罕继续相恋。偿还过才如愿，闭着目纯粹故事看完，什么都不算什么，即使你离得多远，也不好抱怨。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还没跟你手之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似水长流。偿还过才如愿，要是未能偿清这心愿，星不会转，风不会穿，因此太稀罕继续相恋。偿还过
才情愿，闭着目成宁故事看完，什么都不算什么，即使你离得多远也不可抱怨。上环 Anthony 想听到，另外有位听众说想听到红豆啊，E-Man-O 送埋俾你啊！我都唔记得咗，原来呢只歌同王菲嗰只系一样名，一样噶咩？唔系一样音，一样名啊！哦，同你讲邓丽君啊，系咪啊？系啊系啊，一样名系啊，一样名哦，系一样名，但系唔同曲嘅。上环好听啊，邓丽君嗰只都，嗰只系点样啊？系咩？系咁啊？前奏啊？喂，俾住先。的追求，哎，对，就是这一节，还留着泪痕，这不是胭脂红粉可掩饰的伤痕，破碎的心里流失了多少的情，离不的谎言偿还的之后，我不会去等着爱的心路旅程，只能够你我两个人，不可能是我独徘徊，也不可能善人心，你可以去找神的恋情，也可以不留一点阴损，但不要用传闻做借口再让我伤心。爱哭的眼睛让泪水染红，要多少岁月时光才遗忘这段情，脆弱的心情还留着你的伤痕，离不的恍然偿还的之后，我怎么去伤心，爱的心路旅程只能够你我两个人，不能够是我独徘徊，也不可能善人心，你可以寻找新的恋情，也可以不留一定音讯，但不要用偿还做借口再让我伤心，爱的心路旅程我曾经答应的牵引，这只能说我太多情，不敢埋怨你无情，我轻盈的心听你表明，也已经谅解你的付出，请不要用偿还做借口散了我自尊。好听啊，文仔啊，都冇唱过咁样，好耐冇唱嘢只歌啦。系啊，好听啊，唱落又好听，我好中意嘅，系啊。好，咁咧，喂，时间咧去到11:43啦，咁我喺呢度咧，我都要讲少嘢嘅，因为我谂大家喺大班嘅节目都会知道，我哋好有感觉。即系嚟紧将会完结啦，咁好多听众咧，我其实喺 Facebook 上面咧，我见到有好多都好仲系好支持我哋嘅有啲好有感觉嘅朋友，我见到佢哋话我哋一齐即系好开心听埋呢两晚啦，咁有好多就话支持我的决定啊咁样嘅，咁我谂我同大家讲清楚少少嗰件事系点样啦，冇错，好有感觉咧，将会倒数啦，即系今晚，即系下个星期就会系最后一次啦。咁点解会有一个咁嘅即系？
即要讲拜拜的时候呢，咁因为其实我想有好多听众都知道，我自从冇做电台之后呢，我一路好长嘅时间都喺屋企照顾我仔。咁跟住后来去到DBC 啦，咁跟住到D100 啦，咁我喺中间嗰段真空嘅时候，我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喺做嘢方面是有一个改变的。那个改变就是说我都还是很喜欢音乐，但与此的同时呢，我是其实很想做一些关于亲子的节目。那我知道我的朋友都知道，其实我那时候在 DBC 或者在 D100 我们都有讲过啊，我如果能够做到一些亲子节目就好了。那我们甚至乎我们录过很多 dummy 啊，也都即是大家是真的研究过想开类的节目。但是由 DBC 到 D100 都一路都没有这样的机会啦。就开唔成啦。咁我自己呢係喺我照顾我仔嘅呢段时间里面呢，我都认识好多个家长。咁我成日都会諗啊，如果我能够做一啲节目可以帮到一啲家长，或者同大家去分享一啲教养小朋友嘅事情就好啦。咁而家啱啱呢就有咁嘅机会呢，就可以俾我喺香港电台我再次可以做到一啲亲子嘅节目。咁就係喺港台有一个时段啦，咁佢本身系有一个家庭式嘅节目，系邓凯琳做开嘅，咁佢哋而家去节目嘅变动，咁佢就想揾我做，咁我其实我一听到咧，嗰一刻我第一刻谂就系、是、啊、哦，真系好啦，因为有一个原地我系可以同一啲家长去分享即系关于凑仔或者一啲做爸爸妈妈嘅情绪嘅照顾啊，咁我会觉得系好有意思，咁所以我就。想都冇想咧，我就会觉得我好想去做呢个节目。我觉得系喺我生命里边去到呢一刻咧，我系觉得好有意思。咁所以咧，我就有咁嘅转变啦。其实我譬如做人间定格，或者做好有感觉啊，或者甚至乎我做音乐节目，我做咗好多年。喺呢一啲嘅日子里边咧，我都好开心嘅。因为其实你大家都知道我哋中意唱歌，咁有一班朋友咁。咁但系我觉得去到呢个时候，我又想去做一啲另外啲嘅嘢咯。咁绝对唔会系关乎所讲的人工啊，又或者是任何的东西，我只是觉得我对那个节目的兴趣，我是很有兴趣做那类的节目，还有咁啱那边又找回我过去做，所以我才有一个决定，就是我不再做这边的节目了。当然两者当然很想兼顾，但是没那么理想的，即是点都要放弃一边的，所以呢我就在这一刻我选择了去那边做一个真挚的节目咯。所以呢即如果大家在这里说哎呀，即是你这样离开啊，真的很不对，我都没办法，因为我会觉得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 stage 会有些不同的选择咯。而我这个选择呢绝对不是因为钱啊，或者是因为做得不开心啊，因为我其实大班对我很好，大家都知道，咁我哋都系好开心嘅底下，即系我同大班讲嗰阵时，大班都即系好，即系大家都好开心嘅，即系我哋冇唔愉快嘅事情发生，咁亦都大班成日都话，如果你即系随时翻嚟啦咁样，咁我都好明白，咁所以咧喺呢一度我都会继续支持D100，咁亦都好希望大家继续支持D100啦，咁如果你话好挂住呢类型嘅节目，又好想再听，其实我觉得仲有机会。好像以前我辞了工之后，我都没想过我会再做这类节目的。但是无端端我们几兄弟又归位了，又可以在这里做。我觉得我们迟早都会还有机会的，就是不是说真的就这样说一次拜拜就算了。我可以在这里澄清，一定不会是关钱事的。因为我们来做这个节目都不是因为钱。不是，我们吃饭的钱已经吃完了。还有我想在港台更加，就是大家都知道一个台他都不会有很多人工。我想在哪里做都不会是关钱事咯。我想是我真的很想做一些家庭亲子的节目。这件事大家都知道，譬如我在这段时间，我又譬如我自己会写书，我老公又写书，即是讲一些照顾一些小朋友的一些即经历。我们支持你的。是的，所以 我觉得去到这个 stage 我都想做一类这样的节目。缘分咯，可能有下一次缘分我们又可以。是有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经常会有。即譬如阿 Mimi 刚才所说，她说她每一个礼拜呢一日是她最重点的重点的节目。因为其实她根本上生活很枯燥。那我们朋友都觉得。Okay. 即譬如阿 Lawrence 都还好一点，因为她都继续会跟阿恒先生去。
即係做節目，或者呢一個時段喺我唔做嘅時候咧，都會有另外一啲節目咧取替。咁啊 ，Lawrence 仲會堅守喺佢彈。因為對於我嚟講咧，呢一日咧係即係同啲朋友一齊食下飯啊，傾下偈啊，跟住就唱下歌啊。即係我都話咯，即係同啲師奶有時會打下牌嘅一樣，不過唔打牌就嚟度唱歌咁解啫。即係我哋唔牽涉冇錢喺度。係啦，係啦。但我想澄清一點，我做嘢係同錢有關嘅。哦 ，OK， 得啦，你咪你繼續啦，你繼續啦。咁啊，林林咧就直情係無聊添啦。我梗唔係啦，我都期待過嚟一齊傾偈。掛念我哋啊嘛，講下我感情生活。你好想講你盡訴心中情，講咗好多集啦，唔好再講啦。唔講啦，唔講。不過我哋大結局嗰日會終結啊。係咯，咁下個禮拜我哋我叫曬啲朋友上嚟玩啦，譬如以前人間定格嘅一啲。貓哥啊，大家熟悉嘅，譬如小明啊，咁一齊上去玩咯。咁我唔係，我真係衷心多謝咧，喺 Facebook 上面仲有好多嘅聽眾咧，即係通常一知道你走就哇鬧噶啦嘛。咁但係仲有好多聽眾咧係好支持嘅，即係好支持我決定，或者好好話好開心，大家開心咁聽埋呢兩晚啦咁。咁呢樣嘢好好好，即係好 positive 啊。所以我好多謝一啲而家喺呢一刻都仲話支持你啊 Ada 嘅聽眾。嗯，其實聽我哋唱歌好簡單嘅啫，即係總會有機會嘅。係啊，我覺得總會有機會。我以前都唔諗住，即係譬如我以前做完人間定格，我都冇諗過會再有機會咁樣唱歌嘅。即係你諗下，唔會再有機會啦，因為嗰邊台又已經有好多人喺度唱緊啦。咁所以突然之間，我哋可以喺呢一度咁樣去唱歌，其實我覺得實會有機會咯。咁啊，有人問話個節目係咪啱啱做咗一年？應該唔止一年啦。我記憶中就如果喺 D 一百咧，一定過。我应该三月开始做的，如果我没记错一下，那好似我其實喺度識咗好多好同事都好唔捨得嘅。咁譬如話，譬如文仔啊，阿肥峰咧，上個禮拜好似想喊咁啊。佢話你佢打喊路啫，你走啦。咁佢有啲眼濕濕嘅，打喊路啫。我諗佢係吹濕眼啫。唔係佢應該係暗戀咗我哋好耐嘅。我啫，係咁。係咪妄想症先而家？唔係，如果係咁，我哋打電話俾肥峰問清楚，佢係暗戀我哋。我而家唱 Carpenters 嘅聲，黐線。好啦，真系多谢你哋啊 ！Facebook 上面嘅所有朋友，星星啊，闪星啊，不拉星啊 ，strong sing of good thing not bad，sing of happy。Not sad. Sing a song. Make it simple to last your whole life long. Don'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Just sing, sing a song.Sing a song, let the world sing along. Sing of love that would be. Sing for you and for me. Sing, sing, sing a song, sing a song.Make it simple to last your whole life long. Don'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Just sing, sing a song. Just sing, sing a song. Just sing, sing a song.喂，阿 call Jenny 咧就话咧，佢今日去妈咪生日啊，咁啊想点一首歌咧送俾佢，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嘅。因为对于佢嚟讲咧，佢妈妈系无价嘅，所以咧想听无价呢一首歌。但可能佢唔记得，不如我哋临尾唱千亿个夜晚啦。好啊好啊，我哋而家临尾唱首千亿个夜晚先啦。我哋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先唱无价好唔好？系啊，
应该你快点找回那个谱出来。我有的，我有的。啊，你也有啊？我千亿个夜晚我有，没价就没。你千亿个夜晚啦。嗯，好啊。来啊。来啊。千亿个夜晚。看看key先。哇，真的没唱过波。不过其实阿 Lam 的 key 都很高的，其实都是女仔 key。佢咪攞佢 key 会 OK， 试下先。都 OK 嘅，系啊。试下先啊。再次看你一眼，系咪呢个？呢个嚟噶，似唔似啊？而家呢个咩嚟噶？呢个 effect 咯，可以高啲啊。F 同 G 都应该得。F 同 G 啊 ，G 啊。Eric Phoebe 话想听呢一首歌《千亿个夜晚》。G 啊。哇！即刻转到个声，原装好嘢喎。Lawrence 有计嘅，好八十年代即刻。再次看你一眼，然后静静独自远行。哦，前面是个孤单嘅夜晚，四处也觉冰冷。离别路上步步困难，哦，长夜待我空虚里习惯，谁愿会看忧郁的眼，旧事没法平淡，偏偏要装作平淡，凭着忘记将它冲淡，但是已说难把岁月已印在眉间，匆匆光阴如幻，天天空虚无限，寂寞的双眼，前面尚有千亿个夜晚，啊，终于归于平淡。茫茫然走向埋没着我一生的夜晚，再次看你一眼，然后静静独自远行。哦，前面是个孤单的夜晚，四处也觉冰冷，离别路上步步困难，哦，长夜待我空虚里习惯，谁愿回看忧郁的眼，旧事没法平淡，偏偏要装作平淡，凭着忘记将它冲淡，但是越说难把岁月已印在眉间，匆匆光阴如幻，天天空虚无限，寂寞的双眼，前面尚有千亿个夜晚，啊，终于归于平淡，茫茫然走向埋没着我一生的夜晚， Lonely won't leave me alone， Lonely won't leave me alone， Lonely won't leave me alone， Always by my side， Lonely won't let me fall in love， Ooh， Everywhere I go， Always by my sideLonely won't let me fall in love. Lonely won't leave me alone. Lonely love. Lonely won't leave me alone. Leave me alone. Always by my side. Lonely won't let me fall in love.
发觉阿 Lam 嗰啲歌咧，好多时都系。但是我很喜欢你了，就是每一次看他的演出，即譬如他现在都、即你知道即前辈级啦，上一年纪，但他还 是很用力地去唱歌，我很喜欢的。其实阿 Lam 很多歌都是去到最后尾就坏之心又来了，但我很喜欢。我每一次看他的表演，我都会觉得哇，我觉得即很尊敬这种艺人，他们不会欺场。上次他、不知道我就看电视看到他唱包青天是什么来的呢？佢又好勁喎，係台慶啊，定唔知係咩啦？即係總之佢又係即係無端端升到好高 key 咁樣噶嘛。我去睇佢演唱會咧，就係、哇！我每一次一睇到佢最高，到我就好勁啊，係啊，企曬起身咁樣。即係你覺得我信得過佢，你好有信心嘅。即係你冇話會唔會？同埋即係你唔好理佢點都好，佢係好出力、好盡力去做每一次嘅表演，係啊，係佢真係好有型嘅，真嘅。好咁啊，呢一首歌《千億個夜晚》咁啊，送俾大家。咁啊，下個星期咧最後一次嘅好有感覺，咁啊，希望如果有時間都聽一下啦。咁我哋會全體兄弟同仁，我哋 full band 咁大家大結局嘅。下星期見，拜拜，拜拜。D 一百 ，D 一百屬於你 ，D 一百。你会支持我哋嘅。讲真话，行公义。